其实修行啊，就是很，我觉得自己修了很久，就修了很久以后，才在吃饭的时候不抱怨，就是修了很久，就这一点点小事，真的在桌垫上已经空，已经变成虚光了，快变放光，惊天动地了。然后吃饭点菜的时候跟大家一起，还说他点的全是我不爱吃的，很生气还是吧？就真的有时候自己觉得太搞笑了，就。然后，尤其是你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啊，出去，而且他就按照他的口味点，从来不按你的口味点，你就一次两次行，第三次忍无可忍，是不是再忍一次？就凭什么他老点他喜欢的，不点你喜欢的啊？你觉得这个人太自私了，哎，你就会这样想，知道吧？你一这样想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在人道空转了，知道吧？就其实这很正常的，他是个自私的，他只点他爱吃的。你不自私，你没有你，你怎么知道他自私呢？你怎么说他爱吃呢吗？你不是也是觉得你嘴里边没吃到你想要的是味道吗？是吧？然后就拿这个来定义他是自私的吗？是吧？我修了很久，我才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，就是说面对吃喝拉撒睡这些事情，就不觉得他在这是自私的，身边的人是自私的，就是不觉得你的一些。朋友其实有些朋友并不是自私的，是他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，或者是我修了很久才做到这点。我觉得自己就你想想一个人能被这个珠圆转成啥样？我们在坐垫上功夫那么高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在人道，你的自我死死露出了马脚，露出尾巴来，知道吧？你的自我，你那个我就出来了吗？虽然这也是个本觉本明，知道吧？虽然这个我冒出来也是个水泡嘛，因为六根，如果把本性比作大海，这个冒出来这个分别心六根，这个自我也是一个水泡嘛。虽然这个水泡里也具备了大海的所有的特性，是吧？水泡也是海嘛，海水嘛。但是这个水泡足以让你迷惑，回不到你的大海里，就是能迷了你，迷惑你，让你受报。就是这个水泡冒水泡啊，会让你在人道受报，知道？不能让你游戏币。如果你因此，你可以说这家伙就是自私，但是你不要生气，你要再生气，你真的是受报了。你说下个定义，这已经是报了，是吧？已经把你自己困在人道了，你回不去了嘛。如果你再生气，哼，你再烦，因此烦，那你完全在人道受逆报，知道吧？完全所有的报都是你的认知，开始从认知到情绪产生的，从地面认知就开始往下放。知道吗？你需要这些人世间的这些小事呀，看着很琐碎很细，但是每一个都是小微小的你不断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回不到，你跟空性，你的本觉本明合不在一起，你能不生气吗？虽然生气也是空性，但你能不生气吗？你就可以在生气跟不生气里边自在，知道吧？但是你觉得不行，他骂我本能的生气，你啥叫本能？是吧？这不是四大皆空吗？哪里本能啊？你不是无我吗？你不是昨天说的无我了吗？怎么出来又抱这个本能来了吗？所以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自己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犯错啊！一旦发现自己开始定义了，开始抱怨了，自己出现了这个我，又开始冒芽了，掐断，停下来。这个真的是在红尘里边练的啊！这个真不是一下子就能去，就是这种微细的这种习气呀、啊。那个自我的委屈啊，那个小我冒出来了，然后芥蒂你没到，芥蒂你知道，这也是空性啊，但是你能不生气吗？你能不冒吗？不能，那就不自在。好，你不能，既然你不能在动静里都借空性，你只能冒，你只能在冒芽里边借空性，你不能不冒，那就不自在，那就不是游戏，那是你真的执着了，真的分别了，那叫无明，知道吧？只要你分别执着，你就叫无明，就不在涅槃境界里，大涅槃游戏三昧境界里啊，你就出了菩萨道，知道吧？所以就这么修，日常生活中就这么吃喝拉撒睡里边，你就修，这个太容易修了，知道吧？每个当众生给你，但我现在是以老坐在这儿老师，那么身边的师兄们就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看你没吃饭，晚上给你熬点粥啊，给你拿个东西，不管你好吃不好吃，第一念你想什么，知道吧？不管是谁拿来的，好吃不好吃，你的平等心。”还有你的感恩心是不是同时存在？没有刻意的，就算除非你真如空性了，感恩无处不在了，已经成为你的品质了，
如果你还在道位上，马上那个你就要察觉到你的念头里边的东西，你是否感恩这个东西合你口味，你是怎么想，不合你口味怎么想，你在说什么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，你的起心动念这些东西刹那都在这儿，你的自我刹那就呈现出来。这个自我是空性，但你做的像一个菩萨还是个人，人也是空性啊，像一个菩萨，菩萨也是空性啊，你视线出什么东西来，每一个东西视线出来都是空性。但如果我是一个老师，那么我视线的一定是能够利益到他的，就是要度他成道的，那以这种为基点，否则你什么也可以视线，喜笑怒骂都可以啊，都是空性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被那个东西转了，那你压根就不叫视线嘛，那你就是分别执着嘛，是吧？这就像比如说，哎，我说这个东西有点酸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舌头你根本承受不了，你觉得怎么这么酸呢，怎么这么难，哎，酸是个定义，但你可以喝，酸且苦辣都不影响你啊，都对你的情绪啊，对你的状态啊一点不影响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但酸且苦辣，你讨厌酸，你不讨厌，你喜欢，哎，你如果觉得自己在里边情绪化和执着的话，那你肯定在执着里，那你在无明里边，无明就代表你在轮转里边，有幻境，有幻境你就轮转，你被幻境轮转，知道吧？口味是个幻境，你已经被它转，知道吧？但是不能说它酸还是甜，你说这不代表被转吗？看看自己的情绪，看看你的心在哪里。还有你不是经常无我，我经常说，把别人把这个东西放到老师面前，你能不能随喜？是吧？你随喜跟他功德一样大嘛，是吧？跟他功德，因为你说我不要功德，不要功德你就也能随喜一下嘛，是吧？是吧？大家点赞还点，那不随喜嘛，是吧？这个，但你在这个世界，你是不是无动于衷、冷漠的？然后甚至还拍马屁，是吧？人力经常这样说，哎，是吧？还说这种话，然后这是道场啊，哎，然后是跟人道不能这样子想，这就是很人力的想法，这种会制造烦恼的给自己啊，这你就不在修行里边了，完全人道的烦恼里边，在烦恼心里边。但是你说我如如不动修定了，这个可以，我不起心动念，这个可以说随喜，这是一个，因为你无我，它就是你啊。是吧？这是佛学的知戒啊。你不能说，如果你说我这件事都是我做的，他随喜一下坐在那儿就凭啥呢？就有功德了，是吧？那你又是人力的烦恼，你又回到人道了。只有人力才这样问题，在空性里边你是可以随喜的，是吧？哎，是可以，因为你要修炼自己无我嘛，是吧？而且你不能去要求什么呀，是不是？是修正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去了个道场啊，你在道场，不管你说是以什么什么因缘来到道场，都在道场希望能学到一些修行的东西啊。人世间的东西，我们已经都人道中间学的太多了，是吧？不需要再学了，你太多了，人情世故了知太多了，是吧？学一些道场的东西，虽然它是有时候口头禅，没关系的。还有很微小的生活里边这些小节，比如吃啊、点菜啊，家里老婆炒菜放盐多了，老公放什么多了，他说啥，这些每一件事情上去训练无我。你不是无我吗？你生什么气，是吧？你这个还很快很快你才能证入空性嘛，不要老在做点上练，生活里边一点不训练，完全是一个人道的一个知戒，知道吧？而且我们大部分时候还不只是人道的这些，还是生生世世那些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转，我们里边有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的信息，你知道？我们是六道的信息，它不断的冲入人道，影响我们做人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有时候心里有时候一件事让我们苦到极点，那就地狱道的信息来了，是吧？它只影响我们，就是受地狱的果报。我们怎么能那么苦、那么痛呢？是吧？受报这回事真的是不能受报。做人就比较已经够那个了，可怕了，还要受报。做人就是受报，是吧？做人类的报还有苦乐参半，总不能每天苦吧？那连人也不是了，是吧？不过我觉得现在众生变得越来越宽容了。是啊，人世间的，我觉得互联网的，虽然很多人在网上骂这个骂那个，
你看出来，你能看出来，他们也是茶余饭后烦的，斜也是斜着就骂一骂，没啥恶意的。然后就是你犯任何错，他好像也知道你肯定会犯的。大家都心里边心知肚明，说只要他这个人，他就会犯错，好像很宽容似的。然后照样骂你，说肯定你会犯，然后说你看犯了吧，骂你，然后你就知道你看犯了吧，承受着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嗯。但是大家都深信不疑，对大家犯错这回事，所以这就宽容了嘛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在乎别人说你啥，真的不要在乎。他们就是吃完饭闲着，闲着说一下嘛。你看这不得吃完饭没事干，这不得说说嘛，是吧？其实没啥恶意的，你不要所有人对你的评价，你不要理解成恶意的就行。对，就算他说你出言不逊，但是他那种词语里边少嘛，他就那几个词嘛，他说出来就那个，他文化程度低嘛。哎，就是哎，你看那个表达也不当不好，说的全是脏话，知道吗？哎，认知很重要啊、哦，这与定力无关的，这是认知导致的啊，不是你说做那修多少年你才能这样认为的，不修也可以这样认为的。只要你每天自己把自己搞定，你会活得很开心。你搞不定自己，全世界都打扰你。你要搞定自己，知道吧？全世界人骂你，你都说大家这么宽容我，这么爱护我，茶余饭后不想别人了，就想我。真的是，因为好好玩。然后说你说口水能淹死你这种话，佛法叫逆增上缘，知道吗？我往里边把它作为助缘啊，能量啊。